古早古早，韩剧食甲饱，迄五年级、六年级对小甜甜是足熟悉诶。对。嘿，啊，即摆会场诶人家对你嘛真熟悉，拄啊才看到你出来伴舞尔。哎呦，卡尾那龙眼机啊，拢摕在头前，先来点。来来来来，这边的粉丝朋友，好，来。做人真好，有食阁有额，嘿啊，有现金阁有点心吼，嘿，知影讲即摆疫情的关系吼，嘿，虽然讲有开放即个内容吼，对，啊，不过有足多人嘛是还阁唔敢去，对啊，嘿啊，有去了吗？我还没有内用，还没有内用吼，哎，你的妈姐，你的好姐妹，嘿，已经去内用好几次了，哎，我知我看，啊，你拢对无对吼？我说好人咧无爽快，好人咧无爽快。奇怪，自古美人身体虚，啊，为什么那无爽快？啊，都哦，是我那打疫苗的关系哦。安尼哦，啊，你有啥物不适应的所在？有，我发烧好几天。发烧好几天哦。是哦。哦，安尼你。我辛苦那条拖拉裤搞过。就疼啊！真正哦。就疼。啊，规身躯拢无力哩吗？拢无力。是哦。我们整个店名成钉。安尼哦，刷过几天。两天左右，两天左右，各间名城店都没了，没事。是哦，安尼好加载，今仔日一间吼有稍微 OK 了，稍微 OK 了吼，稍微 OK 才敢徛伫舞台顶表演安尼。好啦，这是可能每一个人体质吼无同款啦。但我拄着小兰兰，伊嘛讲吼，敢那袂输叫拖拉机，好不过。是啊，伊嘛是啊。对啊，真正啊，啊，每人体质无同款哦，有的人自然没有反应，对，嘿啊，有的人人嘛是同款啊，去做工课啊，无什么感觉，真厉害，哎呀，啊，为什么你那反应较大呢？尤其年轻人，年轻人的关系，对哦，越年轻反应越大，哎对，是安尼吗？哦，安尼所以讲，少年人若要去注疫苗的时阵哦。那个退烧要稍微准备一下，真正吼，所以讲啊，人电视拢有咧宣传啦，啊打疫苗他也有这个宣传嘛，所以讲咱的朋友吼，啊大家正安尼小可注意一下，那个要做疫苗的那个。反应啦，对，要多喝水啦。打疫苗之前的这个保健一定要做好，对，多喝水。当小兰兰讲爱吃维他命 C 啦，对，哎，这拢有，还有 B 群哦，对，加减拢有好的对哦，是哦，好啦，安尼报告大家了解啦，对，哎啦，我们先帮你们实验了，已经有经过吼，这个也做吼考验过啊，对，哎，才知这个感觉如何，对，好，咱这比如大家在买当安尼小。我预防一下呢。好，来，即马继续我来安排。我继续安排卡印。来，苏晴都听我叫卡印。好，伊在咱的小甜甜赛都见笑，应该搁落去继续行。来，美妙歌声，咱的小甜甜。Thank you.
少年人都要一步一脚印，对。